照片，每张都极其养眼，穿着宝蓝色衣服，米灰色的高领毛衣，感觉暖暖的，微笑和眼神都十分温和。银杏叶金黄璀璨，秋日里的大男孩笑容明媚。换个表情，便有一种成熟的感觉。忧郁的眼神与之前截然不同，眼神清澈坦荡，内心坚韧豁达，是微博对王俊凯的解读。这张是满满的霸道总裁范儿，连网友都惊呼越来越聊了。这样的王俊凯你喜欢吗？明媚少年。